大家好，我是2019级宝石级材料工艺学的高旭颖。高同学你好，请问一下你4年学习本专业的有哪些优点和不足？我认为在这4年当中，我最大的收获呢，就是激发了对珠宝玉石的兴趣及爱好。不足的话，这4年当中，我对本专业的学习还不够深入，希望以后可以多加强学习。后面主要展现本专业的实训室，鉴定实验室是你们最常用的实验室。上课后领取样品，然后用显微镜底光源观察样品，折射仪查看样品折射率，光纤灯照明宝石，偏光仪观察宝石的轴性，密度天平测量样品密度，实验记录表，宝石优化处理实验室主要有高温高压的设备质检中心，有同行业先进的珠宝质检设备，钻石分级实验室可容纳46人教学，上课常用仪器，结晶学实验室，矿物标本，葡萄孔雀石，耳状赤铁矿，结晶学模型，各种蛋形和矩形，矿物小标本，地大捐献的标本，宝山湿电化石，地质基础实验室，地质三大件罗盘，地质锤和放大镜，晶体光学实验室，偏光显微镜看矿物薄片，看矿物凸起，看矿物干涉色，